大家好，我是左凌，我冲镜头吗？要啊，大家好，不是你好，我是左凌。如何记住我们？观众请记住我，我叫左凌峰，请记住我。记住他，他叫左凌峰。OK。三个形容词，形容一下你这个组合吧。三个形容词，你们觉得呢？不接招吗？你看，我就说让我看一下大纲吧。说现在想不出来呀、啊。就我们一般交朋友也是，就咱事儿上见，对吧？咱得过点事儿，你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你让我介绍我特什么星座？你相信吗？你也不相信啊，是不是？Later， 你们在反思段谁意味着什么？不是，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意味着就是代表着什么？它的意义是什么？啥问题？再说一下。有没有可能你问的再具体一点点？Later。拍了某一个戏，我吃上这碗饭了。我吃上这碗饭，然后我现在在做喜剧大餐这件事情，可能就是吃，那就更好的吃吧。好，对，好。这个词汇量。哇哦！哇哦！谁？能更好的吃？能吃更好？能吃点好的，能更好的吃。能好吃，吃好。对他的，第一印象应该是，不知道这词儿不能能不能播就。我不知道能不能播，能播不能播，我再想个别的。不能播，我再想个别的。很拽。拽可以。就是我对唯一的这个第一印象，就应该是就是很拽。2000 years later。啊！哎！啊！我太紧了，我太没有喘过劲儿了。